没增加负面的。其他大叔就一直给我拿钱的，不像这些青年谁敢主张拿油烟？哎，那那那那那咋了？你出门刚上班什么？我当时不想再见面了，怎么又再见张明他那人？张明没再见面的，他那人跟他兄弟关系。昨天当面谈了谈的，终于解决了这些难题。早晨阿飞在家里打打手表，阿龙睡觉也打摇的。林先生那边电话响了，谁来接张明的？今天打车的母这些难题，我跟他来聊完了先。